大家好，我是李老师。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有趣的词，吃土。什么情况下可以用这个词呢？当你没有钱，特别穷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说吃土。比如，我好想买那个包啊，但是买完之后就没钱了，我就要吃土了。再比如，每个月发完工资，高兴三天，剩下的27天都要吃土了。最后给大家讲一个笑话。我和我的妈妈说，妈妈，我没钱了，又要吃土了。妈妈说，这是好消息呀，因为土有的是。好了，还有什么情况下可以用吃土呢？请在下边的留言区告诉我哦。再见。